你最后一次见到林仁正是什么时候？很久以前。你知道他在这里吗？他知道我来了吗？有一天我离开这里，骑着我的脚踏车就不回来了。내 박사영어계열你怎么发现你为什么连再见也没说就离开北京了呢？我想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。